你们刚刚去哪儿了？就在府里逛了逛。公子有些不舒服。不舒服？也不是的，也没有什么。是房子里有些闷。哦，那待会儿回房的时候就多开两扇窗。我现在去厨房熬点绿豆汤。好像演着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到了许多一直记得却希望忘记的东西。小叔在府中。在。那就好，去找他。还有贺九龄，我决定告诉他我已经好了。玉儿，你好了？你真的好了？诗书三千，占卜万书，都想起来了。真是天佑我荣府，天佑我真心馆呐！我现在就昭告天下，宴请八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好了。小叔，寿宴在即，这本该是京城最大的喜事，荣誉不能抢了风头，小叔暂且还是不要说了。而且这些年人心冷暖，荣誉经此一遭，更是看透。外人知晓与否，没什么重要的。好，你说什么都好。咱们就等寿宴之后，小宴占星馆的人，让他们都知道，他们的占星公子已经回来了。那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谢谢。你跟我有什么好谢的？只要你好了就好。我先去跟程璧还有阿谭说一声，他们也帮了许多忙。贺九龄，你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，我先去了。你我成婚时，没有三媒六聘，没有高堂建立，没有亲朋满座，没有红妆嫁衣。甚至是在那一天，你失去了最亲的人，成为你噩梦的开始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糟糕的婚事，这样不幸福的新嫁娘？荣誉以为这根本不能作数。你值得十里红妆嫁良人，
何九黎，等太后寿宴之后，我们和离吧。守候岁月可曾回首，几度悲欢离合，思念落地成霜，化作灿烂星河。你悄悄地转身，轻手合上你远侧，原来相思故里，竟是相思。原来相思故里，竟是相思。你怎么可以对少夫人说那样的话呢？哎，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？要不，哎呀，真的没必要，公子没必要啊！要不我们先听一下少夫人再做决定怎么样？哎呀，现在去什么占星馆啊？少夫人才是最重要的。公子，哎呀，公子，你听听我的行不行？小姐，小姐，吃点东西吧。哦，走吧，去找师兄。他真的决定和贺九龄分开？啊。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既然玉儿都已经想清楚了，那占星馆就与郡主府多些来往，也好绝了那些不怕死还想搭上郡主的世家子弟们的心。去，给郡主府送些补品，要大张旗鼓的送。是。大致查明白了，星图是占星馆创立之时荣家先祖得的一方机缘，在馆的深处有一间屋子，重重把守，其他人不得靠近，也未曾见过，就算见过星图的，有人问起也是闭口不言，警惕性极高。我派的人查了几次都没有结果。未曾见过，不得靠近，连目标都不明确，那我怎么知道我要毁掉的是什么？一幅画，一本书？那就全部毁掉。既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那就干脆一把火全烧了。我再想想。用我帮你再想想办法吗？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接下来的事，我自己来。你怕我暴露，我也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而且，我当少馆主夫人的日子也不多了，得好好用用它。荣玉说要跟我和离，这不是正好？你们俩本就不应该以这种身份捆绑在一起，做夫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是啊。你好像很不高兴。灵儿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你对荣誉的付出已经超过了应该付出的感情，愧疚、亏欠。不应该是这样。
你该不会是……算了，当我没听。是，是，是我喜欢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。我也想骗自己说不是，可是我做不到。的确，他没有哪一点符合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辛苦又麻烦，但我就是喜欢。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反正现在已经不能抽身。你怎么能喜欢这样的人啊？他还中着毒。你说的是忘情吗？可谁也没有忘了情，不是吗？这忘情应该叫相思。相思断肠是这种滋味。在你们眼里，他是个傻子。可我看到的，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荣誉。我想过，他不能保护我，我保护他也可以啊。他什么都不会，我只希望他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的。解毒了，师兄，他现在好了，他又是人人都爱、又人人都敬畏的占星馆少馆主了。灵儿，这我也就放心了。